鸡油。原文泡的茶有种味道叫做爱。爱个屁啊！爱，爱嘞，爱爱在哪？你不觉得很好听吗？很好听，听死了！快快过马路！江江，第三天在新加坡，今天是专门拍照的一天，辛苦我的小助理了。我们现在要去的第一个拍照景点呢，叫做Old Hills Red Police Station， 它其实是一个警察局，那它的特点就是彩色小房子，所以呢，我觉得拍照应该大概就是五到十分钟就可以结束，然后接着下一个。决定。你也拍一半个小时以上吧。看后面就是这个。怎么会拍？警察局，跟我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拍摄景点啦，它的马来西亚文叫做 Charge Embassy， 我也不知道是 Charge 吗？听的对不对？那就是 Charm 美嘛，那他的中文赞美广场嘛，你可以不要讲话。那他的中文名呢，就叫做赞美广场。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地方是一部电影叫做《摘金奇缘》的取景基地，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看里面长什么样子。走吧，前门，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大教堂。我们已经抵达第三个目的地啦，就是新加坡国立博物馆。我觉得呢，它的外观看起来就很像刚刚的赞美教堂，是不是？那我们一起去看它长什么样子吧。今天新加坡的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闷热，而且我们来新加坡这三天都是阴天，完全没有太阳，所以感觉看到的建筑物都少了一点它的美感。然后你怎么掉在上面？看屁股好大啊！看你的屁股好圆，怎么那么傻？好想戳爆你的屁股，对你刷卡。新加坡的脸好油，
新加坡不知道第几餐终于吃到了星星念的松发肉骨茶。你每次都要走进我的镜头，然后你的头就变很大，你知道吗？吵哎！江江，肉骨茶第一次吃哦，你看连续四年荣获明星必比登推荐，走吧。这是一个排骨，对，这是一个排骨，沾了辣椒酱的排骨，试一下。有那种经验吗？肉很肥嫩，有妈妈的味道。我觉得那扣肉看起来比较好吃，还有一口汤，第四个目的地乌节路 Ultra Road， 我们现在 Ultra 就快到了，看到地标了吗？那是反过。那 Ultra Road， 你闭嘴。那 Ultra Road 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老爷爷冰淇淋，待会给大家介绍哦。终于买到啦！我点了一个是那个香芋口味夹面包的，郭依琳点了一个蓝莓口味夹威化饼的，应该都是网上大力推荐。那我现在试一下，看好不好吃。嗯，我觉得冰淇淋比较好吃。就冰淇淋好吃啊，那个面包就是普通的吐司，饼干也行。还不错了，我好黑啊，完蛋！你那个好吃吗？还不错，面包真的有点一般。那个，那冰好像是到处也买得到的冰。冰淇淋就是，对，就是完全是商业噱头。好啊，先这样。不不。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要去 Little India。要去小印度。是印度人驻扎的地方。我们现在正在等公交车，准备搭巴士过去。已经错过了一班。对，就是因为郭依琳害的。你看我的脸怎么那么肥啊？你好黑哦。我也觉得，我已经变成印度了。真的，你可能到了 Little India 之后，会和当地的居民融为一体。是吗？新加坡又下雨了，我现在满脸油光，整个人都是黏的。拜拜。将抵达 Little India。这就是新加坡传说中的小印度，满大街的小吃店，满大街的。油光满面，到底是谁推荐要来 Little India 这鬼地方，我奉劝广大网友，不是为了拍照千万不要来，就算是为了拍照也不值得。 OK， 真的太热了。 你又还没到，你都还没到，你都还没看到这个过程太痛苦了你们看看我的脸都是汗都是油我们还是去看一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好不好？到印度了，到印度，也要语无伦次。我终于到小印度了，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这明明就是小印度艺术区，就是小印度艺术区，就是一排彩色小房。那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直接去悉尼的牛场。哎呦，这还不错。上车了是不是？这是买票。旁边那个商务的 ，OK， 我再单给你两瓶。
买了一杯加柠檬的甘蔗汁。那就在跟 Cini Capramata 那个口味一模一样，难怪那么好。那我来试一下。有那个橘子的味道，可是它好像很清爽，没有很甜，但是对。很棒哦，可以带来喝。拔蒜，因为走错路，然后为了吃这个天天海南鸡饭，还是盗版的、哦，对，还是盗版的天天海南鸡饭，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那我们试一下盗版的天天海南鸡饭好不好吃？这个也是网上极力推荐的老伴豆花，它也是在 Maxwell Co 里面，然后它的编号是019标，就是最靠右边的那一条。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了。那现在由郭彦同学来帮我们试试一下。不要，我想试原味豆花。哇，这看起来很奇怪。怎么样？我收回我刚的话，它不是垃圾，很好吃，你快吃吧。